今日第四日，七點鐘之前要去到台北車站。今次第一次搭一個台灣嘅台灣鐵路，由台北去呢個屏東縣啊。拜拜，今日落車，仲係晚間。台灣嘅萬華車站嘅台鐵，咁我應該就會去搭呢個區間線先。搭呢架107，啱啱問咗職員啦，咁呢度睇班次咧就好簡單，咁佢呢度1至7啦啲 number， 就對佢三尾同埋睇嗰張車飛，咁我係一，所以應該喺呢邊嘅站口一。11:40。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好多、哦，这个红豆，好吃。等一下，连长全部都正常的麻辣火锅。好，对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让浇血的地方。哦，很多树很漂亮，都被折断了。对。上次台风刚好就是香港擦过，以前早期哈、来这边开发的时候哈，对，土地公帮他们很多忙哦，就是说没有下雨的时候，他去求土地公，土地公就赶快给他下雨哦。土地公算那个镇神呐、有没有？他写镇神四福无常林、有没有？福德自主千祥起，梁屋烟楼哦。
啊，它就是以前在这边有一种植物撞起来很大的叶子，然后在这边烘焙以后，人家吸烟那个烟，哦，叫烟楼。哦，烟楼。对，好。梗就是梗土地，地方松，然后你才能够种植物啊。嗯，照着这只牛有没有？后面再拉了梗有没有？嗯。啊，人要去握住，才不会跑掉啊。哦。它这个水，太阳照射下以后，嗯，它会就有这种力会跑出来。哦。也不是它自然力的，它是一种产生化学变化。了解。在香港有没有看到羊？肯定没有啊，肯定没有啊，因为要养羊的话，应该是在农村才会有啊。哎呦，你胃口还不错，哎，以前我把他们都不吃。我也是第一次那么靠近跟羊一起。这空气好啊。对。对他们的文物啊，对。刚刚休息了一下，现在继续往上走到15分钟到那个大瀑布。算是我旅行最多运动的一天了。哦，地面有点湿滑。快要看到了。梁山瀑布，不要这样啊，这样会滑倒。你要怎么走？你这样子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好，这边开始就要拉，拉这个，拉这个，拉这个。哦，打起，感觉幸福。大瀑布啊！哇，刚刚从那边，因为我今天的鞋子有点湿，有点滑，所以呢，那个师傅，哦，这边就更近了。可以喝的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喝那个泉水。好，我已经行了快了。今天这个梁山瀑布，多谢师傅带我。往这边，重心在这个地方，你才不会滑倒。好。哦，了解。就是这个长辈的儿子啊，哦，一定是在地方有啊，就是这里。哎，对对，他应该是他们在家里里面有人过往，所以普通的人没有这么多了。对，
有香蕉船、红豆牛奶、红豆芋头都很好吃。那我要一个招牌冰加杏仁豆腐。因为我们都有吃过，啊，好，好，杏仁豆腐，啊，这个杏仁豆腐，我要几个，一个，一个就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就好，不要加杏仁，哎，对。这个是什么酱？还等加姜这个是什么酱？焦糖酱。哦，好大颗，很大颗。对。其实我不喜欢。这个是香蕉。其实这种是特色的，真的。它不是在笑吗？入口即融化，香蕉味很重，真的很好，很好，好吃。好吃，这个可以下次再来吃香蕉船。哇，踩单车！今日大师傅带我踩单车，啱啱由呢个市出发。哇，我都好耐冇踩过单车，练脚力啊！这也是宿舍啊？对，学生宿舍。大学生宿舍。平教楼啊，是学生的休息的地方。对。台湾的对啊，你在这些学生，大学生的停车场。我买两颗给你回去吃。这是柳丁，这是柳丁。在台湾哦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季节才有，最幸福的。这就是十一月吃柳丁，就是最好的。对，好，这个你可以吃吗？香蕉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哈。那这个这些都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是槟榔，这个是青仔，这是叶子。它要加这样风以后才变槟榔。那我吃是？你是吃青仔，它这个是止咳，它是咬下去。哦，啱啱食咗个青仔，青仔加工之后先叫槟榔，加咗盐。哇，呢只味有啲似，但又唔系果汁嗰啲味，苦苦甘甘甜甜，有种石灰嗰啲感觉。我们今次就去屏东火车站
搭翻呢個烏悠馬10:15嘅班車翻去。请输入提款金额，领取微信。